史记司马迁，宋微子世家，微子开者，因帝以之守子而帝纣之庶兄也。纣既立，不明，淫乱于政，微子硕谏，纣不听。及祖义以周西伯昌之修德，灭玄国，据霍至，以告纣。纣曰：我生不有命在天乎？是何能为？于是微子夺纣中不可谏，欲死之，即去，未能自决，乃问于太师。少师曰：因不有治政，不治四方。我祖遂臣于上，因讥小大好草窃奸诡，轻视失时飞度，借有罪辜，乃无为祸，小民乃病兴，相为敌仇。今因其典丧，若涉水无金雅，因遂丧，月至于今。曰：太师、少师，我其发出亡，吾家宝于丧，今女无故告语，颠机如之何其？太师若曰：王子，天独下自亡因国，乃无畏畏，不用老常。今因民乃漏淫神奇之祀，今诚得治国，国至身死不恨，未死终不得志，不如去。遂亡。及子者，纣亲戚也。纣使为相助，箕子叹曰：彼为相助，必为玉碑，为碑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遇之矣。与马公事之见自此始不可振也。纣为淫逸，箕子谏不听。人或曰：可以去矣。箕子曰：为人臣谏不听而去，是张君之恶而自说于民，吾不忍为也。乃披发扬狂而为奴，遂引而鼓琴以自卑，故传之曰箕子操。王子比干者，益纣之亲戚也。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，则曰：君有过而不以死争，则百姓何辜？乃直言谏纣。纣怒曰：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，信有诸乎？乃遂杀王子比干，哭噬其心。微子曰：父子有骨肉，而臣主以义属，故父有过，子三谏不听，则随而好之，人臣三谏不听，则其义可以去矣。于是太师、少师乃劝微子去，遂行。周武王伐纣克殷，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，肉袒面覆，左牵羊，右把矛，西行而前以告。于是武王乃弑微子，复其位如故。武王封纣子五更禄父以续殷祀，使管叔、蔡叔父相之。武王既克殷，访问箕子。武王曰：于乎？为天因定下民，相合其居，我不知其长伦所序。箕子对曰：在昔滚阴洪水，密陈其五行，帝乃震怒，不从洪泛九等长伦所议。滚则即死，雨乃四星，天乃西与洪泛九等长伦所序。初一曰五行，二曰五事，三曰八正，四曰五纪，五曰黄极，六曰三德，七曰基仪，八曰数指，九曰相用五福，未用六极。五行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水曰润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从吉，土曰稼穑。润下作咸，炎上作苦，曲直作酸，从吉作辛，稼穑作甘。五事一曰貌，二曰言，三曰事，四曰听，五曰思。貌曰公，言曰从，事曰明，听曰聪，思曰睿。公作素，从作智，明作智，聪作谋，睿作圣。八正一曰时，二曰祸，三曰四，四曰司空，五曰司徒，六曰司寇，七曰宾，八曰师。五纪一曰岁，二曰月，三曰日，四曰星辰，五曰历数。黄极，黄见其有极，敛食五福，用复息其庶民，为食其庶民于女极，息女宝极。凡绝庶民，无有淫朋，人无有彼德，为黄作极。凡绝庶民，有由有为有守，女则念之，不邪于疾，不离于咎，黄则受之，而安而色，约于所好得，
女则西之福，时人思其为皇之杰，物观寡而为高明，人之有能有为，始修其行而国其昌。凡绝正人，继父方古。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，时人思其孤。于其无好，女虽西之福，其作女用旧。无偏无颇，尊王之意；无有作好，尊王之道；无有作恶，尊王之路；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；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；无反无策，王道正直。会其有节，归其有节。曰王吉之复言，是宜事训，于地其顺。凡绝庶民，吉之复言，事顺事行，以尽天子之光。曰天子作民父母，以为天下王。三德，一曰正直，二曰刚克，三曰柔克。平康正直，强不有刚克，内有柔克，审见刚克，高明柔克。为必作福，为必作威，为必欲时。臣有作福作威欲时，其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，人用策颇辟，民用渐推。积疑则建立卜筮人，乃命卜筮曰禹，曰己，曰地，曰物，曰克，曰真，曰悔，凡七。卜五，占之用二，演特。立筮人为卜筮，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。女则有大仪，谋及女心，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，谋及卜筮。女则从，归从，士从，卿士从，庶民从，士之谓大同，而身其康强，而子孙其逢吉。女则从，归从，士从，卿士逆，庶民逆，吉。卿士从，归从，士从，女则逆，庶民逆，吉。庶民从，归从，士从，女则逆，卿士逆，吉。女则从，归从，士逆，卿士逆，庶民逆，作内吉，作外凶。归士共为于人，用敬吉，用作凶。数指曰雨，曰阳，曰傲，曰寒，曰风，曰时。五者来备，各以其序，树草繁芜。一吉备，凶；一吉亡，凶。曰休止，曰肃，时雨弱；曰至，时阳弱；曰知，时傲弱；曰谋，时寒弱；曰盛，时风弱；曰就止，曰见，常阳弱；曰疏，常傲弱；曰急，常寒弱；曰恶，常风弱。王省为岁，师隐为日。岁月日时无益，百谷用成，智用明，郡民用章，家用平康。日月岁时记忆，百谷用不成，智用昏不明，郡民用微，家用不宁。庶民为兴，兴有好风，兴有好雨。日月执行，有冬有夏。月之从兴，则以风雨。五福，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忧好德，五曰考中命。六吉，一曰凶短折，二曰吉，三曰忧，四曰贫，五曰恶，六曰弱。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。其后箕子朝周，过故阴虚，感公事毁坏，生何属，箕子伤之，欲哭则不可，欲泣为其尽妇人，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。其诗曰：麦秀渐渐兮，何属悠悠，比角同兮，不与我好兮。所谓角同者，昼也。殷民闻之，皆为流涕。武王崩，成王少，周公旦代行政当国。管蔡宜之，乃与五更作乱，欲袭成王、周公。周公继承成王命，诛五更，杀管叔，放蔡叔，乃命微子开代殷后，奉其先嗣，作微子之命以申之，国于宋。微子故能人贤，乃代五更，故殷之于民甚待爱之。微子开族，立其帝衍，是为微仲。微仲族，子宋公姬立。宋公姬族，子丁公申立。丁公申族，子闵公共立。闵公共族，弟杨公西立。杨公即位，闵公子父嗣是杨公而自立，曰我当立，
视为立功。李公族，子离公举例。离公十七年，周厉王出奔至。二十八年，离公族，子惠公称立。惠公四年，周宣王即位。三十年，惠公族，子哀公立。哀公元年卒，子代公立。代公二十九年，周幽王为犬戎所杀，秦始列为诸侯。三十四年，代公卒，子武公司空立。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，生鲁桓公。十八年，武公卒，子宣公立立。宣公有太子与仪。十九年，宣公病，让其弟和，曰：“父死子继，兄死弟及，天下通义也。我其立和，何亦三让而受之？”宣公卒，弟和立，是为穆公。穆公九年，病，赵大司马孔父为曰：“先君宣公舍太子与仪而立我，我不敢忘。我死，必立与仪也。”孔父曰：“群臣皆原立公子冯。”穆公曰：“吾立冯，吾不可以复宣公。”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政。八月庚辰，穆公卒，兄宣公子与仪立，是为商公。君子闻之，曰：“宋宣公可谓知人矣，立其弟以诚意，然卒其子复享之。”商公元年，魏公子周瑜视其君文自立，欲得诸侯，始告于宋曰：“冯在政，必为乱，可与我伐之。”宋许之，与伐郑，至东门而还。二年，郑伐宋，以报东门之意。其后诸侯朔来侵伐。九年，大司马孔父家七号，初，道遇太宰化都，都说目而观之。都立孔父妻，乃使人宣言国中曰：“商公即位十年耳，而十一战，民苦不堪，皆孔父为之，我且杀孔父以宁民。”是岁，鲁氏齐君引公。十年，华都公杀孔父，娶其妻。商公怒，遂使商公，而迎穆公子冯于政而立之，是为庄公。庄公元年，华都为相。九年，执政之季仲，要以立突为政君。季仲许，敬立突。十九年，庄公卒，子闵公竭立。闵公七年，齐桓公即位。九年，宋水，鲁使臧文仲往吊水。闵公自罪曰：“寡人已不能是鬼神，政不修，故水。”臧文仲善此言。此言乃公子子于教闵公也。十年夏，宋伐鲁，战于城丘。鲁生鲁宋南宫万。宋人请万，万归宋。十一年秋，闵公与南宫万列，因伯征行，闵公怒，辱之曰：“使无敬若，尽若鲁鲁也。”万有力，并此言，遂以局杀闵公于蒙泽。大夫求穆闻之，以兵造宫门。万伯穆，穆耻住门何死。因杀太宰化都，乃更立公子游为君。诸公子歌萧，公子欲说歌伯。万帝南宫牛将兵为伯。冬，萧及宋之诸公子共击杀南宫牛，是宋新君游而立闵公帝欲说，是为桓公。宋万歌臣，宋人请以禄臣。臣人使妇人饮之醇酒，以及果之，归宋。宋人海万也。桓公二年，诸侯伐宋，至郊而去。三年，齐桓公始罢。二十三年，迎魏公子毁于起，立之，是为魏文公。文公女帝为桓公夫人。秦穆公即位。三十年，桓公病，太子资甫让其庶兄穆仪为嗣。桓公议太子议，竟不听。三十一年春，桓公卒，太子资甫立，是为襄公，以其庶兄穆仪为相。魏葬，而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，襄公往会。襄公七年，宋帝允兴如雨，雨与胁下，六翼退飞，封吉也。八年，齐桓公卒，宋欲为盟会。十二年春，宋襄公为陆上之盟，以求诸侯于楚，楚人许之。公子穆仪谏曰：“
小国争盟，或也。不听。秋，诸侯会宋公盟于。穆仪曰：或其在此乎？君欲以慎，何以堪之？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。冬，会于伯以示宋公。子于曰：或犹未也。十三年夏，宋伐郑。子于曰：或在此矣。秋，楚伐宋以救郑。襄公将战，子于谏曰：天之气伤久矣，不可。冬十一月，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洪。楚人未己，穆仪曰：彼众我寡，及其未己击之。公不听。以计未臣，又曰：可击。公曰：待其以臣。臣成，宋人击之。宋师大败，襄公伤骨。国人皆怨公。公曰：君子不困人于恶，不鼓不成列。子于曰：兵以胜为攻，何尝言语？必如公言，及奴士之耳，又何战为？楚成王以救郑，郑享之，去而取郑二姬以归。叔瞻曰：成王无礼，其不美乎？唯礼足于无别，犹以知其不遂罢也。是年，晋公子重耳过宋，襄公以伤于楚，欲得晋元，后礼重耳以马二十乘。十四年夏，襄公病伤于洪而晋卒。成公元年，晋文公即位。三年，被楚盟亲晋，以有德于文公也。四年，楚成王伐宋，宋告急于晋。五年，晋文公救宋，楚兵去。九年，晋文公卒。十一年，楚太子商臣氏其父成王戴笠。十六年，秦穆公卒。十七年，成公卒。成公帝欲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君。宋人共杀君玉而立成公少子楚旧，始为昭公。昭公四年，宋败长翟元嗣于长丘。七年，楚庄王即位。九年，昭公无道，国人不复。昭公帝报革贤而下士。先，襄公夫人欲通于公子豹，不可，乃助之师于国，因大夫化元为右师。昭公出猎，夫人王姬使魏伯公杀昭公楚旧。帝报革烈，是为文公。文公元年，晋率诸侯伐宋，则以弑君。文文公定立，乃去。二年，昭公子因文公母弟婿于武、廖、戴、庄、桓之族为乱，文公尽诛之，出武、廖之族。四年春，楚命郑伐宋。宋使化元将，郑败宋，求化元。化元之将战，杀羊以食事，其欲羊羹不及，故愿驰入郑军，故宋失败，得求化元。宋以兵车百乘文马四百匹赎化元。魏进入，华元王归宋。十四年，楚庄王为郑。郑伯降楚，楚父弑之。十六年，楚使过宋，宋有前仇，执楚使。九月，楚庄王为宋。十七年，楚以为宋五月不解，宋城中急，无食。化元乃夜思见楚将子反。子反告庄王。王问城中何如，曰：息鼓而吹，一子而食。庄王曰：城灾言，我军亦有二日粮。以信故，遂罢兵去。二十二年，文公卒，子共公侠立，始后葬。君子讥化元不臣矣。共公十年，化元善楚将子仲，又善晋将栾书，两盟晋楚。十三年，共公卒，化元为右师，于时为左师。司马唐山公杀太子肥，欲杀化元，化元割晋，于时止之。至何乃还诸唐山，乃立共公少子成，是为平公。平公三年，楚共王拔宋之彭城，以封宋左师于石。四年，诸侯共诛于石，而归彭城于宋。三十五年，楚公子为弑其君，自立为灵王。四十四年，平公卒，子元公所立。元公三年，
楚公子弃疾是灵王，自立为平王。八年，宋火。十年，元公无限诈杀朱公子，代夫化相氏作乱。楚平王太子见来歌，见诸化氏相公乱，见取如正。十五年，元公为鲁昭公避忌事居外，为之求入鲁，行道卒，子景公投曼利。景公十六年，鲁阳虎来歌，以复去。二十五年，孔子过宋，宋司马桓追误之，欲杀孔子，孔子微服去。三十年，曹被宋，又被晋，宋伐曹，晋不救，遂灭曹有之。三十六年，齐田常侍简公。三十七年，楚惠王灭陈。荧惑守心，心宋之分也也。景公忧之，思兴子为曰：“可以与相。”景公曰：“相吾之古公。”曰：“可以与民。”景公曰：“君者待民。”曰：“可以与岁。”景公曰：“岁饥民困，无谁为君。”子为曰：“天高听卑，君有君人之言三，荧惑已有动。”于是后之，国喜三度。六十四年，景公卒。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，是为昭公。昭公者，元公之曾庶孙也。昭公父公孙纠，纠父公子当秦，当秦即元公少子也。景公杀昭公父纠，故昭公愿杀太子而自立。昭公四十七年卒，子道公构游历。道公八年卒，子修公田立。修公田二十三年卒，子辟公辟兵立。辟公三年卒，子梯成立。梯成四十一年，梯成帝偃公袭梯成，梯成败奔齐，偃自立为宋君。君偃十一年，自立为王。东败齐，取五城；南败楚，取地三百里；西败魏军，乃与齐、魏为敌国。城穴以为囊，陷而射之，命曰射天。隐于九夫人，群臣见者折射之。于是诸侯皆曰结宋。宋其父为纣所为，不可不诛。告其伐宋。王衍立四十七年，齐闵王与魏、楚伐宋，杀王衍，遂灭宋而三分其地。太史公曰：“孔子称微子去之，箕子为之奴，彼甘见而死，因有三人焉。”春秋箕宋之乱，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帝，国以不宁者十世。襄公之时，修行仁义，欲为盟主。齐大夫郑考父美之，故追悼泣。汤、高宗因所以兴，作商颂。襄公既败于鸿，而君子或以为多，伤中国却礼义，投之也。宋襄之有礼让也。因有三人，微、箕、纣亲。一求一去，不顾其身。宋没有客，书称作宾。族传种嗣，或续遗伦。微重之后，世载忠勤。穆义能让，实为之人。商鸿之意，有君无臣。偃号桀宋，天之弃音。